TVBS 42台《初恋的情人》。天哪！天哪！要下水了。你现在要下水，你心情怎么样？今天心情非常的开心。最好是。因为现在天气还算热啊，我觉得这样的下水还 OK。我会跟导演讲说，希望佩子也一起下来。变过分哎！我今天最期待就是这场戏。要不要试一下？试一下好了。你跳下来看会不会怎么样？对。对，好了，老爷你又想怎么样？又想怎么样？对呀，你就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哎！来，要摔了，摔了，那来拆麦了，来拆麦。对，所以我下去的那个程度要在，所以就露出一个头就好了。踩到之后你再蹲。小朋友千万不要学，因为哥哥是有经过专业的训练，还有这边都有当地的消防员跟救生员对我在旁边维护我。刚刚就看到那个救生员在水里面，然后他一直沉到水底，一直去帮那个舰娘摸有没有危险的东西。他还为了演员的安全去做这件事，然后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他是搜救队。我就觉得真的好伟大，然后好勇敢哦。三二。那个导演，头要整个下去吗？跟刚刚一样哦。三、二，知道吗？哥，哥，小琴，生日快乐！好，那个这两年的那个位置跳得到吗？我试试看啊，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你能不能帮我游泳健将？啊！OK 吗？我上去了。哎，上。好，真的非常感谢方佩斯给我今年这么特别的生日礼物。那我会好好的对待你，因为你今年的生日，我也会带你来这边过生日，大家不要错过啊！